这是一帮蠢货，公公息怒，我们的人还在追杀中。那他们现在到哪儿了？已进入湖广境内。湖广，那正好把他交给百味镖局来解决。公公高明。 可就怕十三营会不会从中……长江十三营，哼，我还怕他不管呢。哼，小姐，慢点，慢点，怎么这时候发作了？ 东城的杀手紧追不放，此地不宜久留，咱们得快点赶到汉口总舵。依照时日推算，此地应该是十三营的下地。小姐，小姐，慢点！小姐，小姐，小姐。 二当家，少督主，玄武渡急报。难道连陈少爷？ 两年七个渡口，我现在就带人去绞了于谦的老巢。胡闹！于谦不知和官场中哪位大员勾结了，码头上连连血拼，官府却不查不问，就知道找我十三营的麻烦。你若找上门去，世上再无长江十三营。 只能像义父说的讲和吗？我们肯讲和，他于谦肯吗？东都主前往武当未归，当前也只能仰仗铁捕头了。
且废话，铁捕头，铁捕头，陆兄，邵舵主，你们找在下有事。陆某确有一事相求，明日我十三营和百威镖局，在襄阳楼上进行和谈，不知铁捕头可否赏脸去一趟襄阳楼，替我十三营说句公道话？他去了能干嘛？二当家。 老舵主都已经说过了，我家小姐现在经脉未通，功力大退，帮不上忙的。明日是去和谈，又不是打架，论什么武功高低啊？是啊，亲自神捕，侠名犹在，还请铁捕头相助。可是，柳儿说的没错，我明日去了会给你们添麻烦的。嗯，我现在不是什么御赐的神捕，只不过是一名朝廷的钦犯。明天的场合实在不便露面，在下还有要事在身，先行告退。 我看他就是不敢得罪于仙，真不知道您和义父看上他什么。他以前不是这样的人。外兄还是老样子。 内力又退了，白白浪费了他老人家多年的功力了。哼，你是怪他功力不济，没法替你打通中脘穴吧？你那时已走火入魔，老舵主若再不出手的话，那就不只是功力渐退了。可惜最多两个月，你这身内力也是定然全废。当真不愿意赌一把去找于显试一试？东西找到了吗？我翻遍了整个百威镖局。 都没找到你说的那些书信，不应该啊。那个于显是做镖行营生的，和官府甚至宫里都有所来往，也属正常。你是不是想多了？ 情况就是这样，邢一道长也不肯下山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唇亡齿寒的道理，他们都不懂吗？听道长的口气，似有人要挟呀。也许铁捕头是对的，这于显背后当真还有人。小姐，小姐，不好了！我刚才看到百威镖局和十三营在码头上打起来了。什么？ 他们不是明天约好了在襄阳楼和谈的吗？怎么今天还达成这样？我得去看看去。这是试探。于显他绝无和谈之意，数年间，于显吞并了湖广、江西九大帮派。此人也心知道，不是一条长江就能装得下的。那照你这么说，明天襄阳楼之约根本就是一场鸿门宴。糟糕，老舵主功力还未恢复，铁废话，你得想个办法帮帮老舵主啊。我现在这个样子。 看来只能劝老舵主罢手了。罢手？老舵主，铁捕头，万大侠这么说？看来是我多心了，于显跟那个人并无瓜葛。这也是好事吗？我们主仆二人已经叨扰多日。 如今也帮不上什么忙，而且家父的忌日也要到了，我们今天是来跟您辞行的，明日事后我们打算回杭州继父。你要走？嗯，我，小姐，你还好吧？
好，金兄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义父的，义父的，铁飞花，金兄，你要干什么？铁飞花，我义父到底欠你什么？赔上10年的功力还不够？ 非得赔上一条性命，你才罢休。你满意了吧？尽快打通了吗？铁捕头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卢老舵主，是在为我运功疗伤时，走火入魔了。走火入魔？你怎么没事？铁飞花，洛兄。 今早你邀请我到襄阳楼去做调解之人，不知此事还作数吗？我铁飞花在此跟您保证，会不惜一切代价，帮你们十三营赢得和谈，以报老杜主的恩情。哼！现在我打算去百围镖局跟云显商议此事，不知可否？我在督察院还有几位旧友，他们的面子，云显应该会给。 铁飞花，如今没有别的法子，还望铁捕头凡事多念着老舵主的情分。等等，你可以走，他必须留下。 铁飞花，刚刚可是你自己夸下的海口，你要是做不到，明天我就宰了他。 有他老人家帮忙，此事确实容易许多。可十三营霸占长江近百年，根基已深。 请通传于总部。慢着，铁飞花请教。不是百围镖局的对手。也罢，反正卢乾阳不能出手。武当新一又被拦着，若十三营还敢反抗，老夫明日就在襄阳楼上大开杀戒。嗯，老爷，铁飞花求见。嗯，说是有重要的事情商量。铁飞花，他来干什么？ 好，铁捕头，铁捕头，什么风把你吹到这汉口来了？总镖头，请恕在下冒昧来访，还请你不要见怪。请，嘿嘿，走。哎。
确实是来寻求帮助的，不过不是为了办案，而是为了活命。总镖头，在下此行前来是为了献策。哦，我愿意以生死赌局，助总镖头明日在襄阳楼不费一兵一卒便可拿下长江码头。事成之后，要给我主仆二人。 易容身之所。小姐，你这次赌的也太大了吧！事情的情形大概就是这样子。 纵使他武军雄不杀我，我们主仆二人也无法继续留在十三营。而且刚才在您的门外，我还看到了东厂的人。总镖头，此次如果你不肯帮助我们，那我们主仆二人就真的没有活路了。叶捕头，卢千阳待你不薄。 你这么做，这世上可就真的没有长江十三营了。今天这个情形，我只求能保住柳儿。总镖头，十三营本就不是您的对手，按照我的法子，至少他们还有个台阶可下，你们也不至于鱼死网破。对于老舵主，我也算是有个交代。王爷。 好，老夫就陪你赌上一赌，事成之后，你主仆二人的性命包在老夫身上。多谢总镖头。哼，告辞。这小妮子的计策倒是不错。 只不过不像他的为人，与总镖头当心有诈。按他的计策，他和十三营二者只能存在，他能有什么陷阱？这倒也是，不过还是小心为妙。此人绝不可轻信。放心，我不会信的。不过是利用他，他如今重伤在身，过不了多久。 就是废人一个，绝对不是我的对手。他要敢乱来，先杀了他。嗯，好吧，明日我会让人配合你的行动，只不过一个月之后。您放心，于某明白。可这明日那十三营当真会因为他几句挑唆就要杀他吗？这好像不合你们江湖规矩吧。 恩将仇报，使人神共愤的大罪，人人得而诛之。况且卢千阳的死，他脱不了干系，十三营的人绝饶不了他。哼，十三营有我的人。哦，好。 于贤怎么还没来？是，约好的巳时，这都快晌午了。武当还有不肯出面，真不知道这十三爷今日能否逃过此劫。你们别欺人太甚，大家说得过去是朋友，说不过，刀来枪往。 老子随你们便！好大的口气！总镖头，总镖头，总镖头，总镖头！各位，于某迟来一步，请恕罪。于总镖头，我们十三营今日到此，是诚心诚意的，向您赔礼言和。可是贵镖局为何咄咄逼人？
你们百威镖局到底有没有言和的诚意？有，当然有。只要你们十三营退出长江，与某保证，一切好谈。退！我十三营少卿兄弟，世代以此为生。你让老子们往哪儿退？镇长，你给谁撑篓子呢？哎，二位，于总镖头，吴少舵主，大家都是来言和的，免得动刀动枪伤了和气。再说了，如果此事闹大，必然引起官府追查，届时。 大家可都逃不了好啊！陈兄，你飞鹰帮既然怕见血，又何必来这襄阳了？见不得刺杀的，可以走，我于某不留。这是什么呀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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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什
庄主他们说的没错，如果此事引来官府追查，恐怕对您不利。在座的诸位，可否听我一言？铁捕头，请说。您向来处事公道，十三营愿闻高见。我等愿听铁捕头的，愿听铁捕头的。于某洗耳恭听。 我铁飞花虽非湖广人士，可是今日既然来到贵宝地，又来到这襄阳楼，有些话就不得不说了。人言湖广熟天下足，这么大一块肥肉，这么多人盯着，可是你们湖广武林各自各立山头，一盘散沙，这样如何共同抵御外敌？铁捕头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。 除了十三营以外，这里的诸位兄弟都应该以百威镖局为龙头，归于于总镖头指挥，听他的命令，这样就可以共同抵御外敌了。铁飞花，这就是昨天你跟于姐商量的结果，老镖头可是因你而死的，你还帮着于姐说话。 吴总舵主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我十三营诛杀万夫一制度，与你无关，让开！那不行，铁捕头是于某的朋友，于某绝不能见死不救。他的性命，我百威镖局保定。保他？他在明，我在暗，你保得了吗？铁飞花。 你不是要回杭州继父？我们弟兄就在你回杭州的路上，送你下黄泉，让你一家人团聚。好，于某接招，就由我亲自送铁捕头回杭州继父。看你们十三营有什么本事杀他！你，哼，吴军雄，不如我们打个赌吧。打赌，一个月为限，如果。 你们真的在路上能杀了他，那长江码头还是你们十三营。可时间一到，铁捕头安然无恙，那你们就得给我滚出长江。怎么样，吴总舵主，二当家的，你俩敢赌吗？好，就跟你赌。 总镖头，骆某愿意奉陪，但若是为了一个赌局，把你我双方所有的人都牵扯进来，恐怕不妥。不如，你我双方各出几人。总镖头，意下如何？言之有理。不过，你们派谁来呢？是你骆英章，还是他武军雄呢？要不，你们一起上。
你小心调虎离山。既然这祸害是我骆某找来的，就该由我骆某来收拾。骆某自认不如总镖头，所以想请江湖上的一位朋友出面，和我一道领教总镖头的高招，不知可否啊？他会找谁帮忙？可以，在这湖广境内，你想请谁都行。 而我百威镖局，就由我一人护送铁捕头。但，咱们得立个约，在我与铁捕头离开汉口之后，百威镖局、十三营都不能背后生事。好。他不会想说，是为了那个丫鬟才出卖我们十三营的吧？不管什么原因，老帮主都是为他而死，他竟然做出如此忘恩负义之事。洛毅，我邢林帮愿意诛杀此人。嗯，不错，洛爷、旭谋，有缘助你一臂之力。小姐，柳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多谢易总镖头。不必如此，举手之劳，咱们走。 诸位的好意，骆某心领了，但契约已签，十三营绝不做背信弃义之事。此二人一个武艺超群，一个奸诈无比，哪是这么容易对付的？这个铁飞花，今天真是鬼迷心窍，竟然想回杭州。铁苍龙的脸，真是让他给丢尽了。好了，现在骂他也于事无补。我只恳求诸位，我走后。 请多多关照十三营，莫让百威镖局趁虚而入。洛爷，这是自然。哎，洛爷，您找的那个朋友到底是谁？他竟然能杀死铁飞花。总镖头，怎么？ 还在担心洛英章说的那个人？嗯，别多想了。他不是答应我们，让我们今天见见那个人，一切等见过了再做打算。总镖头，不好了！大公子和二公子在醉梦阁把巡抚的公子打了。什么？这帮孽障！你们先护送铁捕头回镖局。是。 王镖头，坐吧。王镖头，几位公子经常惹事吗？那都是我们总镖头的一块心病了。您问这做什么？啊，在下从未见过总镖头如此焦急，好奇而已。小姐，你想什么呢？ 我在想，骆英章说的那个人，他哪来的自信？保护铁捕头，铁捕头快走！小姐，会是谁啊？骆英章找的那个人吗？那他不应该今天动手。小姐。 那会不会是东厂的人？小姐，你是？
万胜啊，万胜啊，你想干什么？李芳心，今天我不会杀他，不过明天。原来陆营征请的人是你，你听我解释，万胜，我不必解释。你一个人抵不过十三营上千条命。小姐，怎么是他呀？ 万胜儿，他不是已经退隐江湖了吗？十三营怎么把他找来了？是我的疏忽，我一心想着救柳儿，却忽略了老舵主曾经对他有大恩。他是个有恩必报之人，所以重出江湖并不意外。你似乎对他很了解。实不相瞒。 因为老舵主的关系，我跟他也算是旧相识。只不过此人性格极其古怪，一旦他起了杀心，那一定会翻脸不认人。总镖头，我有一个计策，既可以对付他，还可以防着十三营狗急跳墙。 确实可行，不过此前老夫既承诺送你去杭州，岂可出尔反尔？老夫出镖30年，法子比你多。这一路你不要太过劳累，你重伤未愈，小心有司成伤啊。 那就多谢总镖头了，一切都听您的。 告退。是得放着点儿，不但是万胜儿、十三营，还有你铁飞火。 家里面那帮人。 小姐，他倒真不动手，可这一直跟着，他想干嘛啊？快动手了！这，小姐，他们怎么先找于邪的麻烦啊？万胜儿昨天就想和他动手了，是试探。
是他，快走！这，纵使合我二人之力，也绝不是他的对手。强攻，恐怕不行。天色已快黑了，前面只有一家客栈。 可这湖广，一半的客栈都是他余险的，前面那家也不例外。那又如何？走，总镖头。 按照您的吩咐，都准备好了，万无一失。这样就不怕他找来了？他要敢来，好多人等着他。 班长，别追了，这也能让他跑，还真有些本事。 小姐，这里面肯定有陷阱，咱们还过去吗？必经之路。这，他们来了，毫无防备，这不是他的行事风格。 像李代桃僵，这样的话，陷阱会被试出来的。没指望那些能杀了他。果然不是他，不是铁飞花，我们中了铁飞花的计了。
你这个办法真是太好了，那万顺儿根本就捉不到咱们。接下来咱们就……啊，小姐，小姐你怎么了？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每日这个时候都会发作吗？只是越来越频繁了。 总镖头，时日之内，如果我们不甩掉他们，就设伏难料了。这样，前面有处密宅，我们前去那里休息休息。走，小心，小姐。总镖头，赶紧飞鸽传书。是。 小姐，怎么样了？一日之内，绝不能再动手。那万一万顺儿他们再追过来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。我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，现在只能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了。有毒，快走！有埋伏，我们赶紧走。 差点走火入魔。之前被东厂追杀时就入过了，这万顺儿真是一点情面都不留，当真要小姐你死啊？小姐，要是在你伤发作时他又追上来，咱们可怎么办呀？总镖头，你武艺高强，难道就没有办法帮我们家小姐治治？能在这儿冒这个险吗？这万顺儿也不知用什么法子。 一直紧追我们不放。如若给你疗伤时，他再闯进来，那咱们大家可都没命了。这不是您的地盘吗？很安全的呀。柳儿，总镖头说的对，在这里疗伤实在是不安全。总镖头，我有些累了，想休息。好吧，有事儿就找我。 小姐，你为什么不求求他？我看他有点犹豫了。他说的对，而且什么？
而且我怀疑百位镖局里有内奸。内奸？嘘，小声点。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他？他怀疑是我。如果我没有真凭实据就告诉他，他会觉得我在挑拨离间。我们一路上被东厂追杀，又得罪了十三营的人，如果再激怒了他，那我们就真的没有立足之地了。内奸，水果看一看。小二，来壶茶。来嘞。退换没有？您来点。好啊，放心啊。听说百威镖局和十三营的事了没？这事儿咱们湖广谁都知道，大小赌场都在赌这个。你押谁赢那还用问呢？那肯定是百威镖局啊。不过也是，这铁飞花没想到是这种的。我可听说了啊，卢老舵主可是为了给他治伤，所以才走火入魔的。什么？你说这太不是人了。就是。为什么要签这么多份契约？此事事关重大，我于某是言而有信之，我相信洛当家的也是。不过还是得将这几份契约交给少林、武当的几位前辈，请他们做个见证，此事才更为稳妥。铁捕头，你说是吧？嗯。怎么，洛兄是想反悔吗？我是担心你会后悔今日的所作所为。挺漂亮的，我看看。总镖头，菜齐了。记得规矩吧。哎。锦衣卫办案。有没有见过画像上的人？没有。锦衣卫，看仔细了。我去看看。小的人真没有。当真没见过？爷可告诉你，窝藏朝廷侵犯，那可是重罪，当心你们全没命。小的哪敢蒙你，真没见过。想什么呢？这事儿已经传得妇孺皆知了。如果你是背水一战，他都没想如果，你还有心思想如果？得手了，那利腿应该伤得不重。那家伙没认出你吧？他最多知道我会易容，哪里想到我可以模仿各派招式。前面就是河，不管他们愿不愿意，都得坐船。我们去码头等他。岸上打不赢，水里就不一定了。嗯，他功力又减退了。余显没帮他。
那两狐狸那么多野，怎么可能轻易相信他？只要咱俩不动手，他们自己立马就要斗起来。撤！贼哥传书。是。 这铁肥花会一直盯着他呀！走！这边没有，走！万大侠，两位标记的几艘船停在岸边，可相隔很远。万大侠。 他会上哪艘船？这是要干嘛？他难道要躲进那木箱？别急，这样，你先盯着，他们一出发你就跟上，我去通知万大侠。 那边，万大侠，他们抬着木箱上了标船，已从碎石滩出发。狮子那边有动静。万大侠，祝兄弟是一路盯着他们的，肯定是从碎石滩起的，都是一并。红敏，你！哇！ 安琪，这报告二当家，标船，他们上了标船，万大侠已经追过去了。那我们还是按照原计划，在他们快到时接应他。是。 十三营不是本事吗？这船怎么不去查？ 老兄，你说相声，这可是官船，他十三营在行，敢跟官府作对吗？就是，他们也是被逼得没办法。如果十三营真的不在了，换成了百威镖局，那咱们的日子更不好过了。是啊，更不好过。哎，这是铁葵花吧？哦。 你们是什么人？这可是官船。姑奶奶就坐坐你们这船，又不是不付钱。放肆！ 放下，要不然他的脑袋可就不保了。不好了，他们坐的是官船。什么？让他们把刀放下！快，把刀放下！快放刀啊！这……小姐，要不然干脆让他们送我们去杭州？有点什么？他们马上就要来了。 这是官船，他们也敢动手？兔子急了，还要人呢。
小姐，他们好像在岸边等着呢。关爷，十三营帮你抓水匪来了。你们十三营的人冲上来是想毁约吗？哼，前辈，我们抓活口，上武当山找新一道长评理去。小心。现在起，就在这里静心调息，应该不会再发作。嗯，小姐。哎，总镖头，你带我们走的这是回武昌的路，要去杭州，我们不应该走这边啊。铁捕头说他不是不回杭州吗？不回杭州。哎，总镖头，灵儿，总镖头，灵儿，小姐，你不用求他了。没用的。对了，骆英章那儿你下了死手吗？小姐，情况那么急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再说这本就是你死我活呀。小姐，你就安心养伤吧，别想这些了。这于总镖头就找了一个帮手，万寿儿要是再找过来可怎么办啊？十三营绝对想不到我们会回到武汉。于总镖头他思虑周全，人越少就越安全。可是小姐，万一那个人就是十三营的内奸呢？你以为于总镖头他没有做打算吗？我们现在在武昌境内，如果他想调集高手，易如反掌。倘若十三营想毁约，想对百威镖局先下手为强，那他也可以立刻赶回武昌主持大局，真是一举三得。不过你放心，既然来到了这里，不只是他，我们也还有退路。铁飞花不是因着东厂也留你不得了。英章真死了。总舵主，还是没有铁飞花的消息。谁说没有？晋能，这件事你不用管了，我会想办法让他血债血偿。
怎么样了？外面那些内奸可能要开始行动了，小心点。小心点儿，小姐，好香啊！ 灵儿。 你跟我多少年？23年了。23。总镖头，哼，起来吧。这么多年，你这招龙爪手是越来越娴熟。 你去院外看着，万胜儿有可能招来，他若出现，你便用这招龙爪手结果了他；他若死了，这场赌局便彻底结束。去吧。是。 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追！要是让于显知道咱们叛变了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追！都是你的人。 铁捕头，这是要去哪儿？
不是跟你说过吗？那儿未必安全。那也比你那全是内鬼的地方安全。不敢去就算了，走。小心。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？我在官场多年，自然深知人心险恶，会给自己留有后路。这里只不过是我的一处居所罢了。灵儿，你在这里等着，我去给你找点吃的。找吃的？这个地方已经好几年没人住了，你不会以为这间屋子里有吃的吧？等等。怎么？我跟你一起。宋镖头，你是想招来帮手呢，还是想招来杀手？灵儿一个人待着我不放心，我们快点走吧。确实是龙招手。怎么没吃呢？啊，不饿。折腾了一晚上，怎么会不饿呢？您是在担心十三营还是百威镖局啊？我想，应该是百威镖局吧。毕竟十三营里有你的内应。铁捕头在说些什么呀？如果没有内应，老舵主怎么可能在为我运功疗伤时而暴毙身亡？你真的相信？我没有看出来，老舵主他是中毒身亡吗？您放心，当日我不说，今天我也不会说。我只不过是好奇，那个人到底是谁，是洛英章还是晋能？反正不会是武军兄。我想办法让他血债血偿。铁飞花，老夫听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。听不明白，那就让我来猜猜。原本你是打算让老舵主在襄阳楼的时候暴毙而亡，然后你借机除掉其他的帮手，只留下晋能几人率众降服于你。只是这样一做，风险未免有点太大，怕会引起江湖人士的不满，所以你就听取了我的建议，是这样吗？铁飞花，装糊涂不好吗？如今
你我已是一条船上的人，这些已经不重要了。你不是我的对手，别找死。我当然不是你的对手，可是还有他们呢。 铁飞花，你果然是十三营的奸细。现在知道，晚了。不知死活，你们四个，今天就都去给卢千阳陪葬吧。 终于打通了。君兄把他的武功给废了。他给老舵主下的毒，一用内力，便会毒发身亡。这一路。 他也没少盼着你早日武功尽废，由此下场，当真是报应不爽。报应？你们以为你们赢了吗？铁飞花，这个赌局是你定下来的，如今已是天下皆知。你们今天就算杀了我。
但只要你的人头没放在卢千阳的灵位前，输的也还是你们十三营。你事情就是这样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吗？天捕头，我们制服于响后，他要是不答应那怎么办？不答应就杀了他。你怎么还不明白，就算杀了他，这个赌局还在啊。小姐在和他谈什么？这种人怎么能说得动？你们，你们，干爹，干爹，铁飞花，不怪爹。有人下毒，干爹，饶舵主，有内奸，有内奸，我们要做一个局。哎，你们在想什么呢？艾薇镖局可不止一个于仙，怕什么？你取他的人头不就成了？铁捕头，如你今早所言，老舵主一死，他们要杀你，借口都不用找了。万兄，死者为大。万大侠，您，铁捕头，我绝无此意。我不杀伯仁。伯仁却因我而死，我欠你们十三营一条人命。如果我不能说服于贤，甘愿人头奉上。小姐，嘿，他不是早说了吗？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。二当家，要是于贤不答应，你们不会真的？别急啊，柳儿，你对他就这么没信心？我。家父也是武功尽废，惨死于狱中。这几日，我经常能梦到他。总镖头，不知您有几位子女？你问这做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那日我在路口见到你，听闻公子有事，急忙赶过去，我就猜想你应该也是一位慈父。看来我猜的没错。铁飞花，你要感动他们！老子就是变成鬼也不会放过你。您放心，我不会对公子和小姐做什么。可是这几年您在江湖上不断的挑起纷争，得罪了一众的江湖人士。如果你今天死在这里，那百威镖局将是内忧外患。面对着满天的滔天恨意，你的子女能承担得起吗？不过我有这个自信，于显一定会听劝的。只不过需要你的帮助。哼哼。怎么，万圣儿，你不会想耍赖置之不理吧？我可没说，你铁飞花有那样的朋友吗？该做的都做了，接下来就全看你的了。
你是不是觉得有孙植在，所以不必怕？可是你帮助孙植，企图吞并整个武林的事，如果让武林人士知道，那你的百位镖局就没必要在这人世间立足了。啊，这是……你不是一直想知道万圣儿是如何跟踪你的吗？多亏了你的信鸽。难道那锦衣卫也是你找人假扮的？总镖头，请恕我直言，几位公子并没有您的能耐，而孙植他也不会提拔无用之人。你觉得他会保护他们吗？你帮我打通了血脉，我感谢你。可是，你毕竟伤害了老舵主，我要为他讨回一个公道。你说我该怎么办？现在已经死了太多的人了，我不想再看到鲜血了。你答应我一件事，我就放了你。什么事？跟史三营握手言和，从此不再搅入江湖纷争，你做得到吗？我信你，可是如果你要出尔反尔，我一定会将此事公之于众。老夫你是废人一个，知道分寸。我也知道你为什么放过我。放心吧，孙植那边我会应付的。铁捕头，能问一句吗？昨晚之事是你有意安排，还是刘爷他并没有背叛你？你看到的是万圣，他也会龙爪手。借你的衣服试试。果然如此，你所做这一切就是为了把我引到这里打你一掌，可那一掌偏差半分，你可就没命了。在下对于任学的本事还是有几分自信的，再说就算我死了，那十三营不也赢了？我铁飞花不是一个赌徒，我之所以敢设这个局，那就是因为不管结局如何，我都绝不后悔。小姐。契约焚毁，此事也算告一段落。你也杀了晋农，又废了于贤的武功，
就让他用后半辈子来赎清他这些年所犯下的罪孽吧。我相信你义父一定会理解的。嗯。告辞。嗯。真没想到于显之言主动言和了，二当家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，据于总镖头所说，是铁捕头劝服了他。铁飞花，若真的如你所说，你是三营，得替铁捕头澄清啊。那是当然。如此大功，弟兄们，纵死难报。几位兄弟，请替十三营在江湖上传信出去。今后，只要是他铁捕头的事，便是我十三营的事。老舵主，你没看走眼，脱离官场，身陷困局。他铁飞花，还是当年的侠义神捕。小点儿，哎，你这，你要是这样，起床了，哎，来了。